用了快3年的小米全自动智能门锁，最近总是解锁失败，特别是在门外，经常解不开。它的锁舌可以推出来，但是无法电动收回，总是失败。接下来咱们拆开修一修，首先拆下门内锁体，然后门外锁体。接下来是锁芯固定螺丝，这款门锁是 C 级锁芯，最后是锁体。接下来咱们直接拆锁体，上盖里面很多的润滑脂。这个锁舌负责检测关门，关门以后呢，它是这个状态，在里面卡着。这里有个微动开关。这里还有一个被动开关。往下，这个锁舌应该怎么称呼呢？有没有专业的同学告诉一下？再往下就是这个主锁舌。非常的厚重。通过下方齿轮驱动，然后动力来自这里，这是一个电机加变速箱应该。电机变速箱拆下，我现在猜测问题就是出在这里。可以看到下方是电机，中间变速箱，顶部散齿。拆开以后可以看到碳刷磨损污染严重，这个混响器上面也非常的脏，问题应该就出在电机上。咱们直接用图片搜索，去网上买个变速箱，这个长得一样，带外壳，减速电机，2.72块，支付成功。等了4天，终于到货了。看起来不像是新的，但是便宜啊。对比一下之前坏掉的，一毛一样。直接装锁，非常的合适。背面2颗螺丝，然后大锁舌，套管，拨叉。机械钥匙的拨叉，复位弹簧，装回上壳，拧回所有螺丝，然后通电试一下。现在关门，没有问题。然后门内解锁，这次解锁声音也非常正了。再次锁门，然后门外开锁，也非常的痛快。接下来装锁。吐锁舌没有问题，回收没有问题，尝试一下开门解锁。门内门外解锁都没有问题，这回出门就不用带机械钥匙了。